我的话可以购一下下方的直播的通知，手机关注在左上方有个黄色加号，感谢柯子猫。然后我们选一下，我们选一下这个麦需要跳的舞蹈。选一下这麦需要跳的舞蹈。好像还有印子，好像还有那个前两天参加993的印子，节约用纸啊，大家不要介意。对，节约用纸，我来跳一下。第一个弱水三千，第二个惊鸿一面，第三个拜月。好，三二一。第一个是弱水三千，我放一下，换一个播放器，看你们能不能听到，能听到歌声吗？一双永远记在雨中，那双黑面
回前我愿等来生再还。谢谢宝宝们，大家如果喜欢主播，再勾一下下方直播通知，手机关注在左上方有个黄色加号，谢谢谢谢。然后大家有心的可以帮我点点心，电脑用户在这个最下方，大家有心的宝宝们记得帮我点点心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好，我们再跳一下第二个舞。星火了离人影，今年不知情。我好像不用舞，忘记了，我是没有那个东西的。好，我们再跳一下第二个。来，第一个已经跳过了，弱水三千，然后第二个是惊鸿一面，第三个是拜月，然后你们跳下第二个要看的舞。等一下，三二三是吧？拜月，拜月那个歌好像很悲。那我们换一首歌吧，换一首我唱过我喜欢的一首歌。叫山外小楼夜听雨。这个好听，这个好听，你呢？乖乖乖，这个歌好听好听。我穿一夜小舟，
像洪流，望断门前隔岸的倒流，寂寞然不休，我无言让眼泪长流。挂不住这个衣服，我已经别了两个别针了，然后一直掉。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程老师。好，大家喜欢主播的记得点一下下方的直播通知，手机关注在左上方有个黄色加号，谢谢。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啊。等一下，最后一分钟，最后一个舞叫什么来着？惊鸿一面。好的，给大家跳惊鸿一面。然后下一个舞给大家跳现代舞。大家有心的记得给我点点心，电脑用户。听见寒冷声，就为谁消瘦？